好，弟弟给你糖果。妈妈帮你打开好不好？弟弟。连开糖果都要自己开。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。你会打开吗？行，要转啊转啊。好，哥哥就很多事的来帮忙。好啦，你自己打开吧。自己打开呀，你去丢掉那个纸屑，去丢掉。他真的就自己打开了。好，先让他自己开。不管花了多久，他还是要自己打开。我这样看不到。还是要自己开。自己加水，自己穿鞋。好，终于吃到了哦。好，快去丢掉了啊！去丢掉，自己丢掉啊！好。